入其和尚，入为法师，入为同学，大家好。阿弥陀佛。冬至的佛期，今天圆满了。早晨举行了一个祭祖的仪式，也做得很圆满，非常难得，让我们怀念祖先。大家都知道，现代的社会确实是世尊在经典上所说的无主我事，我是这样，染无可以说到了极处了，我们的土地被染污了，所以生长出来的粮食水资源染污了啊！现在有许许多多地方有严重的阴霾，那是空气的染污啊，真的是到基础。人怎么生存，这是当前的一个大问题。为什么会有染污？一般学习科学的人都认为这是自然灾害。在佛法里，在中国传统学术里，在各个宗教里面，不是这么认为的。他们认为这是人为的，不是自然的。这些事情很难得呢，现代的物理学家、量子力学家他们证实了，证明了物质是随着我们念头啊在转变。大乘经里面佛常说，色由心生，色就是物质，相由心生，相也是物质，佛经上用的最多的色跟相代表物质。物质从哪里来的？物质从念头变现出来的。换一句话是先有念头，后有物质，非常难得。佛在经上说的这些话，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了。这些科学家提出了一个口号，叫“一心空无”。那么这个科学还没有被全世界科学家了承认，所以称之为前卫科学。他们在收集证据，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呢，
这个说法是正确的，那么全世界的哲学家会认同。啊，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往后二三十年，全世界的哲学家就承认了，科学家承认了。啊，这是事实真相，不能疏忽的。如果承认这个概念，承认这是事实，那么就知道世间所有的灾难都是我们自己不善的念头、不善的行为所感召来的，与自然不相干，大自然是最健康的，大自然是最神圣的，是最善良的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这些事情，在三千年前，科学家跟佛陀距离三千年，科学家佩服佛陀，那个时候没有科学，他怎么会知道的？啊，佛不是用科学方法知道的，是用禅定的方法。啊，禅定就是《无量寿经》经题上所说的清净心、平等心。清净心是声闻的禅定，啊，阿罗汉、辟支佛；平等心是大乘菩萨的禅定，啊，三贤十圣，啊，他们的禅定。定生慧也，智慧能观照。像大家心经都念得很熟，啊，心经上告诉我们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，照见五蕴皆空，照见了。啊，科学家是以数学理论的推断，由此可能再用精密的仪器去追踪、去观察，被他发现了。啊，是用外面的力量发现的科学。佛法呢，是用内功，是用禅定，是用智慧照见的。啊，所以佛经上所讲的现代科学比现代科学讲得详细，讲得更清楚、更明白，佛教是什么？稍稍深入经典的人就晓得，佛教是圆满的智慧，圆满的德能，圆满的相好。怎么叫它做圆满？是从自性里面生出来的，这叫圆满。啊，佛教是教育，这个教育的终极目的是明心见性，只要见性了，你对于世间所有一切万事万法了，都明白了，都清楚了。为什么？一切法不离自性，一切法皆是自性变现出来的。只要见性，完全就明白了。
所以佛教的教学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门门都是以明心见性做标准，所以佛才说八门平等，无有高下啊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要怎样才能见性？经典里头告诉我们，一切菩萨都是由戒定慧三学而明心见性，没有一个是例外的啊！念佛法门也不例外啊！见性难，难在哪里呢？放不下了啊！必须放下起心动念，放下分别，放下执着，真心本性你就见到了，就现前了啊！与认识字不认识字啊，懂不懂经典的意思不相关啊！经典也是修定的一种方法，对什么样的人呢？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啊，对知识分子，佛是用读诵经典的方法干什么？修戒、修定、修慧啊。所以不主张多读啊，要多读，不主张很多法门啊。你说我学许许多多经论，这可不行啊！这个跟戒定慧相违背。要怎样修呢？一门，一门深入，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，这就是佛陀教育的理念。他只准你学一样。啊，到什么时候才广学多闻呢？见性之后啊，先用这一门呢修戒定慧，要这个规矩，这就是持戒啊，一门深入，我绝不学第二门，我选一部经论啊，在这上面下功夫，下十年功夫，就念这一本啊。要不要懂他的意思呢？不需要，是修定的。因为你不读经，你就会有杂念，你就会有妄想。念经的目的是把杂念念掉，妄想念掉，让心得清净。所以经没有意思啊，经要有意思，又把你的心搞乱了啊，又把你的心啊染污了，那你就颠倒了，你错了啊！就是一味念下去，一天念多少个小时？念十个小时，就是十个小时在修禅定啊！字一个字没有念错，一句没有念漏掉，就这样念下去，念熟了。大概念上千遍呢，就说能够背诵。背诵的时候就不要看本子，一切时一切处，就是还是反复不断念这部经。啊，念到什么时候呢？念到心清净了。不念，杂念妄想也没有。要功夫成就了，啊，这个时候。起心动念生智慧，
不生烦恼，不定什么时候豁然大悟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见性之后再广学多闻啊，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的一切经教叫大藏经，要多少时间通通学完呢？给诸位说，3个月就毕业了啊，那部大藏经就学完了。那部大藏经步步见经典，你都讲得头头是道，你讲得跟佛讲的没两样。为什么呢？佛这些经是从自性流出来的，你现在见性了，你一打开这个经就是你自性流出来的，你的知见跟佛的知见相同，佛知佛见，这是佛法啊，不定什么文，你喜欢哪一部就哪一部，就是一门不能有两门啊，一定要念到得三昧，开智慧啊，才可以啊广学多闻。龙树菩萨啊，印度人佩服，中国人也佩服。中国大乘八个宗都承认龙树菩萨是我们的祖师，他是8宗共祖啊。斯里兰卡建佛教大学，这个佛教大学的名称叫龙喜啊，龙就是龙树菩萨，喜是欢喜啊，我们都欢喜龙树菩萨，用他的名字做这个学校的名称啊，希望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法都能在这个大学里面呢兴旺起来，取这个意思啊。佛的手段方法，那就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啊，不是，这是理念，方法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，这方法啊，是一定要读到得三昧，得三昧之后啊一定要开悟啊。龙树菩萨开悟，开悟之后他学习释迦牟尼佛49年的经教，今天讲的大藏经，只用3个月的时间就全通了啊。我们要走这个路子啊，千万不要走世间的路子，世间路子一开始什么都学什么都会，通通是皮毛，佛的真实意一窍不通，完全是自己的意思，不是佛的意思。开经记说是愿解如来真实意，你所了解的是你自己意思，不是佛的意思，这个要明了啊。我们搞了一辈子如果都是没搞清楚，还是糊涂死了，你说多冤枉啊。一经通，一切经通，听说过不止听一次，一个法门通了，一切法门都通，也听了很多次，是真的不是假的啊。他怎么读的这一部大藏经，怎么读的啊？3个月就算100天吧。现在我们看大藏经精装本啊，龙藏100多册，就算你一天念一册行不行？行啊，不必叫你到从头到尾念一遍，不是的
你只看两三页了，全知道了。啊，我们在《六祖坛经》里面看到慧能大师，啊，这个经典里面提到，无尽藏比丘尼，他一生受持大般涅槃经。大般涅槃经有两个本子，一种一个本子36品，一个本子40品，分量很大了，啊，算卷数，36卷跟40卷。啊，无尽藏比丘尼在读经，慧能大师在旁边听。等他念完之后，能大师把这段意思讲着听，他感到非常惊讶，讲得太好了，捧着经本来向他请教。能大师说：“我不认识字，不必拿本子给我看。”无尽藏比丘尼问他：“不认识字，你怎么会讲得这么好？”这个与认识字不认识字没关系。啊，能讲得跟佛一样好，那是什么原因？见性了，是这么回事情啊！啊，法达禅师一生专攻《法华经》，念了10年，《法华经》念了3000多遍，啊，《法华经》分量大，一天念一部。啊，1000遍的时候，啊，3000遍，啊，就差不多得10年，3000遍。他没开悟。啊，总觉得自己有傲慢心，见六祖顶礼头没有着地，3拜头都不着地。起来之后，六祖就问他：“你心里头一定有值得骄傲的地方，什么值得你骄傲？”他很坦白说出来了：“诵《法华》3000遍。”哦，慧能大师问他：“《法华经》讲些什么？”他说不出来。啊，反过来向祖师请教，六祖说：“这个经我没听说过，你念给我听。”《法华经》28品，他念到2品。你看，六祖听到2品，告诉他别念了，我全知道了，讲给他听，他开悟了。一部经呢，只听一点点。不会听完的，啊，看几章，全经就明白了。所以啊，一部大藏经3个月的时间足够啊！啊，这是大乘佛法，大乘佛法的智慧，大乘佛法的理念，大乘的佛法的方法，传到中国来，儒接受了，道也接受了。啊，变成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了，儒释道通通接受着用这个方法。啊，只是我们现在最近这200年把这个方法疏忽了，特别是最近100年，讲的人都没有了。啊，我们过去老师给我们说，我们听不懂。啊，我学佛学了62年，讲经讲了55年，你问我明白了些什么，就明白这个道理。这个道理实在太好了，全世界就这么一家，没有第二家。啊，这是真实智慧，不是求知识。
啊，现在的学校教育，他们的理念完全是知识，啊，就是学传统文化。我到欧洲去考察汉学院，啊，我一共前后去了三次，全都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知识不能解决问题，啊，知识有局限性，还有后遗症，啊，所以今天这个全世界的动乱，这个乱象，联合国开了40多年的会议，啊，70年，这个70年代开始召开这个化解冲突、促进社会安定和谐的会议。啊，我们也有特殊的缘分，参加了10几次，对这桩事情了解很清楚。有没有方法解决？没有方法。智慧就能解决问题，啊，知识不能解决问题。现在与会的这些会友，大多数人信心没有了，还有一些国家领导人我见到的，啊，你问的这个世界还会有和平吗？他们有信心，啊，只是叹息而已。我们心里清楚啊，啊，群书之妖出现了，唐太宗编的，是唐太宗当年他27岁做皇帝，治这么大的国家，怎么管理法？啊，要求几个大臣替他找这参考资料，从他那个时代往前2500年，三皇五帝一直到前进，啊，古圣先贤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这一些教训统统抄出来给他看，啊，所以这部书是从10000几千部典籍里头精选淘汰到最后剩下67种，在67种里面唐太宗所要的把它选挑出来编成这部书，是治国的宝典。唐大唐盛世就是这部书成就的，啊，这部书是真实智慧，啊，不但能救中国，能够救全世界，啊，就现在我们把它翻成各种不同的文字，对全世界流通，啊，我们还要培养老师，要培养专家来给我们讲解，来教导我们，啊，这就是我们在马来西亚建立汉学院，汉学院的任务就是培养群书之要的专家。我们要智慧，知识也需要，智慧为主，知识为辅助，啊，不能够宾主颠倒。那么中国汉学的基础是文字，汉字文言文，啊，汉字文言文一定要懂得，千万不能够丢掉。汉字文言文是中国传统文化载体的最重要的部分，啊，今天我们纪念祖先留给我们最宝贵的就是四库全书，就是5000年古圣先贤他们的真实智慧，他们的理念，他们的方法，啊，效果经验就在这一部书里头。
啊，这部书是真正的宝贝啊，人类的快报啊。我在国际上我不说是中国人的快报，我是人类的快报啊。汉字文言文是人类智慧的发明，每一个人都应该要学，不分种族，不分国籍啊，不分宗教信仰，通通都应该学啊。你有这个智慧，有这个本事，能解决问题啊。啊，这是今天祭祖，我感动很深。我看了，很难得，有香港官员参加，我向他们建议，今年这是第一次，每年都要办，最好由政府主动来办，啊，让大家不忘祖先，啊，能尽孝就能尽忠，啊，能尽忠就会爱国。啊，就会爱人，爱这个世界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感触的话就是这一点，提供给同学们做参考。